Hello， 各位车水马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南邢玉龙。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这么漂亮依山傍水美景的这个基隆潮境公园。我们今天参加的是这个2018年小改款，搭载全新动力哦，它换了一个 1.0 三缸涡轮引擎的 Škoda 的 Fabia 1.0 PSI。过去 Škoda 的 Fabia 在国内贩售，它的动力分成两大那个编程哦，分别是比较入门的，它叫做 1.6 的 MPI， 它是这个汽油的自然进气的引擎。那销售比较大宗的，我们问了一下原厂，是在这个 1.2 的 TSI 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哦，它的比例大概是将近90%的人是选择 TSI 这样的一个体系哦。啊，不过现在改款以后，它换的是 1.0 三缸的 TSI。那另外在车型的外观的编程哦，它也分成哦这个五门的掀背。像我们今天试驾的这种车型，以及五门的这个控比的旅行车型，大概有将近60%的消费者会选择控比的车型。好，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就是搭载全新 1.0 三缸动力的这个新车型，它的五门掀背的新售价是78.8万，那如果你选择是控比，它的售价是82.8万。而另外原厂也有这个凸痛以及相关的一些选配哦，你还可以再加价上去。那 1.6 车型的部分就请参考我们的售价相关表格诸元。好，在车头造型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台车也是维持了 Škoda 的一个家族特征哦，就是一个直瀑式的一个水箱护罩哦，那中间是一个雾面黑的一个涂装哦，周边有这样的一个镀铬的饰条哦，引擎盖上也可以看出来中央以及两侧都有一些肌理的线条哦，灯具的部分它有这个 LED 的日行灯哦，鱼眼头灯以及前后的雾灯。其实2018年试驾的 Fabia， 它在外观部分严格来说并没有做太大的更动哦。那其实车侧我们可以看到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简约的一个线条造型设计哦。后视镜上面可以看到它有这样方向灯的指示以及储物功能哦。车身尺码部分哦，这台车它是将近4米的一个车长哦，轴距是2470mm 哦。胎圈配置它用的是18560R15，那里面也可以看到它配的是前后的四轮碟刹。车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钻石切割型的一个蛮立体的一个线条造型哦，以及左右都是一个双吸型的尾灯组。那排气管其实它是隐藏在这个部位。好，我们再来看它的行李箱空间表现，透过一个电子阀开启它这个尾门哦。它基本上有一个330公升的一个行李箱空间，如果你觉得不够用，当然你可以透过这个第二排座椅的64倾倒获得一个更大的空间。另外看到它在两边哦，也有一些巧思让你收纳一些后行李箱的一些杂物。如果你真的还是觉得不够用，我建议你就去选择它的控比车型吧。好，坐到车内，首先你会感觉到就是Fabia 它还是一个蛮年轻的一个内装的氛围哦，好像是有这样的一个钢琴烤漆的这个黑色的饰板搭配白色的饰板哦。另外在座椅的部分，它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牛仔布的这样的一个涂装。那整个坐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开放式的一个设计哦。在这个腿部或是腰靠，其实它不会太薄，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迎合一般年轻车主的一个使用需求。驾驶界面部分改款后，它新增了一个平底式的三辐式的跑车方向盘哦。那前方可以看到驾驶资讯的萤幕还是比较传统的，左边转速，右边时速，中间有一个相关的行车资讯的显示萤幕哦。方向盘上的操控界面左半部，它主要是负责这个音响音量的控制以及这个选台的调整。右半部哦，则是有电话接听以及行车资讯萤幕的一些切换选择。那定速系统则在方向盘的后面的靠左边哦。方向盘的后面左边其实蛮简单，只有一个按键哦，它就是这个怠速熄火的 off 键。再看到仪表台 T 字部分上半部哦，它配备了一个6.5寸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触控萤幕哦，它整合了像是有广播哦、媒体的选择以及 Smart Link 哦，你可以透过手机连接 USB 线哦。另外原厂今天其实有特别强调，这个除了我们一般熟悉的 Apple CarPlay 或是一些 Android 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手机近摄的功能之外哦，在国外其实已经有一个叫 Škoda One 的这样的一个 App 你透过手机的下载，不过目前台湾的 App 还没有开放。那这个 App 的特色就是它还可以让你透过手机上直接去读取到一些车辆的一些资讯像是你的机油温度啦除此之外，这台主机里面还整合了有像是电话以及车辆设定以及音源相关的一些调整功能
空调系统的部分它是有一个传统的这种波钮式的一个设计哦。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有 AUX IN、以及 USB 插孔以及12伏的电源座，收纳的空间两个自备座哦，排挡座再往下看也有一些收纳的空间，以及传统的手刹车拉柄，那中间也有一个中央扶手哦，打开扶手它里面也有一些置物空间。好，坐到后座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很年轻的牛仔布的后座的一个氛围哦。好，那前座是我刚刚180公分的坐姿哦，我现在坐到后座膝部空间大概我剩下一个拳头的这样的一个膝部空间。好，那头部空间的部分大概剩下一个手掌的一个头部的距离。好，那我们看到后座的这个中间哦，地板的隆起它还蛮高的，我中间的这个乘客可能会稍微辛苦啊。后座的椅背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独立的头枕。好，那在左右两侧的座椅都有 ISOFIX。实际开了这一台 Skoda 的 Fabia 1.0 TSI 上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动力猪眼。我这颗新的3-1.0 的 TSI 涡轮其实应该不会太陌生了，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试驾过这个 Octavia 就已经率先搭载这颗引擎。好，我们今天在 Fabia 再次来测试一下这颗引擎，它的最大马力其实跟之前1.2 TSI 的4缸是一样，110匹哦。那现在它的最大马力输出点是在转速5000到5500转，最大扭力20.4公斤米，它在2000到3500转速域可以发挥。那以扭力的数值来说，它比之前1.2 TSI 还要大哦。之前是17.9公斤米，现在是20.4。好，那它的原厂公布它的0到100比之前的1.2 TSI 退步了。原来是9.4，现在是9.8秒，为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引擎当然它的这个排气量变小了，少了200cc， 可能在0到100这样子的一个静止加速不是它擅长。不过原厂有一个数据在60加速到100，或者是80公里加速到120这样的一个中速甚至中高这样的一个再加速这台 1.0 的加速都是比原来 1.2 会快到2到3秒不等那我觉得这样的加速的数据其实对于一般民众在路上开车会更为实用。好，那110匹的马力，20.4公斤米的扭力，搭配这样的 DSG 的变速箱，虽然它没有换挡拨片，不过我觉得它这样变速箱反应算是很轻快、很灵敏的一个换挡反应。如果你真的想要有一点转速拉得更高，你可以把排挡杆往右推进入这个 Sport 模式，其实它跑起来还蛮有跑格的，它转速大概会到6200转才会升档。哇，1.0的这个涡轮引擎开起来加速非常轻快，我们这样小小的一段山路里面的小直线，它就可以马上从车速60加到100，完全不拖泥带水。好，那在 Fabia 它的车重是1160多公斤哦，那整台车开起来就是很灵活、很轻快。搭配它的这个底盘悬吊式前麦花臣后扭力梁这样的一个比较传统非独立式的悬吊设计，那以这样的一个小车定位来说，它的设计是很简单实用。那整台车开起来，我们今天在这个基隆往这个瑞滨不管是滨海的公路或是在现在的山路上开起来，我觉得它的这个操控是我觉得还蛮过瘾的一台小车。怎么说它开起来还蛮过瘾呢？就是说，我们先看它的胎圈配置它虽然只配的是这个15寸18560R15，而且胎我刚刚看了一下，它是配这个韩国的 Kumho， 比较偏节能型的一个轮胎，它的 Traver 是420哦。所以理论上它还不是配的很 sport 或是很强调运动性能抓地力的一个轮胎。那它在山路上表现，我还刻意用比较高的速度去过一些比较锐利的弯角，它的整个这个抓地力轮胎当然还是有一点抗议的鸡叫声但是我觉得整个车身的动态还是能够维持在一定的行车路线上，所以我对这台车的底盘操控悬吊给予不错的评价。
它这台车也配备了这个 XDS， 其实现在在蛮多VAG 车系都会看到，就是说电子的主动防滑差速系统以及这样整个的一个搭配之后，所以让这样的一台小车开在路上甚至在一些弯曲的山路，它的整个的操控路感乐趣整体的性能的表现，我觉得丝毫不会输给一些中型或是大型的一些运动房车。另外在车身的这个安全部分那现在这一台 Fabia 1.0 它配的是六个 SRS 的辅助气囊，那搭配像是基本的三合一刹车啦，或者是车身动态稳定或是循迹防滑相关配备，不要小看这台车基本上全部都有尤其像现在新款小改款了以后，它也配了这个倒车配合这个雷达警示的一个图像显示给你参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资讯对于车主来说也是很好用的。这样的一个 1.0 TSI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动力的性能有一些精进之外，在油耗的表现部分，它现在的 1.0 的油耗也比之前 1.2 的时候更省，原本是 17.8 现在的油耗只是一公升可以跑到 19.1 的一个平均油耗。买了以后有一些想要升级空间的话，我建议你换到这个16寸的一个稍微宽一点的轮胎，然后稍微抓地力更好的轮胎，甚至如果能够搭配你的预算 OK 的话，换一组避震器。我觉得这台发表 1.0 TSI 跑起山路应该会让蛮多号称这个小跑车的车感到有点压力好，开完了这台 Fabia 1.0 TSI， 我觉得它就是有这样的 1.2 的税负的优势因为它是 1.0 升，油耗又是 1.0 升这样的一个漂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它开起来根本有 2.0 的加速的一个水准性能或许你会觉得说它的内装看不到真皮的座椅，或是没有双区恒温空调这样的一个舒适的配备，但是我觉得它的整台车的体质，尤其是底盘的操控都是很棒的。所以买车到底是要买配备还是买品质呢？我觉得就交给聪明要买车的你咯。好，我们今天试车就到此结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车水马龙网频道以及我寻男寻雨龙，拜拜。如果你懂得海，漂泊还是为了靠岸，好久没有听海的声音了。